我们只是做了一些不可名数的事。什么？我给你拼了！你撞过去，我要换衣服。你可别冤枉人啊！做完你中了毒，我可耗费了我20年的精力。就你无耻，不要脸！不错不错，根据脉象来看，恢复的还不错。这女人还真是。 这也不亏。这些钱给你了，算我雇的你。跟你计较。师傅这次让我下山解决灭门家仇的事，可是现在毫无头绪，还是先去找师姐吧。师姐。 还真是刚想给你就来呢！臭小子，少贫嘴！待会儿我去接你。师姐，臭小子，你昨天跑哪去了？别躲了！我这不刚下山吗？就随便找了个地方住了一晚。怎么能随便住呢？ 走，师姐送你个大别墅。吴姐，师姐知道你下山的目的，我提前给你安排好了一切。师姐，我只喜欢你了，这么多，这么大，这么大。你个臭小子，我说的是你张家灭门的事。这里的几位房客都是曾经祖上对张家有恩的后人，无论是报仇还是报恩。 你可得保护好他们啊！总之，花都的各方势力我都已经打过招呼了，在这里你说一，没人敢说二。我还有事要忙，有需要随时叫我。好嘞，师姐，你去忙吧。喂，说。不得了啊！这几个女房客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凶呢。阿三。 色狼，他想知道我家里来。我还以没是谁呢，原来是你啊！你赶紧走，再不走我报警了。喂，你搞清楚，你才是色狼好不好？哪有一见到男人就脱光衣服的？再说，昨晚不是都看过了吗？该不会是不过瘾吧？无耻无赖，我搞不清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才是这儿的主人，一个女流氓居然敢闯进我的家里。你的家。 我现在就把你打回老家！小心！这三位都是我的女房客，这也太爽了吧！这个男人是谁啊？薇薇，你怎么还把男人带回家了？哎呀，林月，不是这样的，根本不知道这个臭流氓是谁，快把他赶出去！别啊别啊，昨晚你们都不在，安姐说这别墅的主人要回来了。 不会就是他吧？你们好，我叫张无极，是你们的房东。什么？你是这房子的房东？那兰姐是你什么人啊？兰姐当然是我的女人喽。你就是个流氓。随你们怎么想，我的身份回头你们可以找兰姐确认。你们要是不想住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搬走。但是，房租不退哟。 薇姐，你误会了，这么好的房子，我们上哪儿找去？而且我们集团还在遭遇经济危机呢，不能随便花销。你昨天不是去见了盛天集团的沈少斌吗？他有答应出资。没事儿，我还有办法。商量好了吗？
房东哥哥，对不起啊，刚刚呢是我们误会你了。这个房子我们继续住，你可不能涨价。可以。哦，还有，今天晚上我们想在这里办一个婚礼。还有这好事？你们城里人都是马呀？才不是呢，我们天美集团的两位总裁现在是走投无路，办派对也是为了联络伙伴筹集资金啊。把音乐给老子关了，把音乐给老子关了。沈少斌，盛天集团的大少爷，正在追求薇薇，昨晚薇薇跟他生意没谈成，怎么现在又找我？原来就是这个人渣给人下了药。陈薇薇，昨晚房间都开好，你人去哪了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什么，我可不想跟你这个人渣处对象。陈薇薇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听说你们天美集团缺一笔资金周转，只要你答应陪我睡一觉，老子就满足你啊！我们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小小天美集团进来，老子看上你是给你脸，你信不信？你要是不答应。整个花都没人再敢跟你合作。你以为你们盛天集团有多了不起？我们天美集团就算破产也不会屈服于你。啊，你们别后悔，三位小美人儿，别到时候穷的得出去卖了，还抱怨找不到男人。用不着你操心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放屁，有本少在这，哪个不怕死的敢跟你谈对象？你说的该不会是你那些电动玩具吧？啊！我呸！沈少斌，他就是我的男朋友。这个家伙拿老子当赌债，那就别跟我不客气喽。这家伙竟然是陈薇薇的男朋友！长得一般就算了，穿的还那么随便，一看就是个屌丝。这个陈薇薇这天津大小姐一点都不配啊！没错，我就是她新交的男朋友，而且不妨告诉你，我已经翻了车。但是好像还没带。这家伙怎么什么都玩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跟他睡了，还没带？怎么？你现在还想追他吗？想不想给自己来顶绿帽子？王八蛋，你敢睡我看中的女人？沈大少爷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我只是和你喜欢的女人睡了一下而已。就你这副屌丝样啊！你养得起我们花都头号大美女啊？别说一位头号，就算全花都的美女，我也不在话下。哎，吹牛逼还是你厉害啊！你怎么不说整个花都都是你的啊？对呀、啊，没错，整个花都确实都是我。没错，整个花都确实都是你。你少说两句吧。这家伙，你恐怕连花都的首富是谁都不知道。就是啊，房东哥哥，我可别乱说了。首富我确实不知道是谁，但是乌鸡们可掌握了花都所有的财团，而我师姐的面子，谁见了不得给磕一个？小子，你再胡说八道！哟，我这还没说几句呢，就气成这样了。那我要是……我连他手都没碰过，你找死啊！怎么，羡慕你就说嘛，你在这里狗叫，我还以为你要吃屎呢。现在立刻马上把你脑袋挪开，本少让你死得很惨。那我倒要看看你能让我死得有多惨。你干嘛？我操！我弄死你！小心！滚！臭小子，你他妈知道沈恩是什么身份吗？你知不知道你是在找死？我管他什么身份，敢他妈动我我就弄死他，刚才没有一脚踹死他，那都是看在我老婆的面子。我的天啊，这是何等嚣张，何等的霸道啊。这小子怎么这么狂？到底有什么事？给我救人！我要让你跪下来救爹！好啊，那你尽量多叫点，今天晚上
我不介意多收几个人的。谁敢在我们的地盘闹事儿？什么？楚天骄？花都会的楚天骄？是楚岩，是花都会三大巨头之一，这个地都是归他管的啊。谢楚岩。小沈啊，这家伙在你地盘闹事儿，快收拾他，楚岩。楚爷，你打错了，是他，是这小子。去，张少在上，小楚给您赔礼了。小楚，你认得我？今日收到楚上吩咐，您是华都的大人物，小楚这里给您赔罪了。别给我磕头啊！刚才是谁说要叫？楚爷，为什么呀？楚爷，娇，我娇，爹，弟子进门找了爹爹和妈咪的聚会。张少，今日都是小楚管教不周，倘若你让这个逆子以死谢罪，我现在就灭了。别！人家好歹也是婶少，都已经叫爹了，我们就是一家的。那也不能让张少扫了兴。来人，立刻安排花江盛宴，诚邀全城名流重新开宴。无极，得了，行了，这笔账我先记着。齐风，哎呀，张少告辞。给我等着，老子不把你们搞死，誓不为人。喂，我可是帮你们解了围的。你个臭流氓，竟敢占我便宜！那不是你，是我是你。你无耻无赖！华都哥哥，到底是什么人？那么能打，又认识兰姐，连楚天骄都对你毕恭毕敬。说你们谁不行？我可是全世界都唯一的无极天师。我知道了，能看得出来你还挺爱刷剧的。也有可能是爱看小说，张嘴闭嘴就是称霸天下。你说什么吧？对，乌龙宝刀一点就够。原来啊，你还真是个屌丝。我看啊，他就是个软饭男，放上了兰姐。楚天骄也是因为兰姐的原因给你个脸的。随你们，反正我是你们的保姆。不睡觉，现在得上班呢。站住！干嘛？今天你也算是帮了我们一下。是。好吧，你想不想我们好好报答你？你们早说呀！四批我还是头一次。想什么呢？我们的意思是给你介绍一份工作。我们公司正在招保安，你也知道，天美集团麻烦多，我们三个都是女孩子家的。月薪3000，便宜你了。你身手也不错，最多可以再给你加200。200？明天记得来公司报到。好嘛，我堂堂天师高徒，转眼竟成了美女总裁的小保镖。张杰，我也解释公司的首席执行总裁，你们解释行政总裁。公司经营美妆产品，这些待会儿人力资源丽姐都会详细告诉你的。那你呢？我是几位总裁的高级秘书，硕士还没毕业，有什么问题你找我就行。还是个大学生啊，都说大学生活好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是丽姐吧？你好，我叫张无极，是公司新来的同事。张无极，瑶瑶都跟我说了，公司现在正缺年轻小伙子，把衣服脱了，让我检查一下身体。你好，我叫张无极，是公司新来的同事。
张无极。瑶瑶都跟我说了，公司现在正缺年轻小伙子，把衣服脱了，让我检查一下身体。不是吧，丽姐？你想什么呢？我是检查下你干不干净，万一公司进来个什么不良人士，我们这上千位女性可保证不了安全。上千位？公司是做美妆的，几乎全部都是女士，有问题吗？没，哦不，有。有没有男厕所？你傻兮兮的，跟我来吧，顺便把入职手续也交。走吧。原以为是天堂，没想到是地狱啊！师傅，徒儿怕是要死了。大家注意，这位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同事，他叫张无极，大家欢迎。老子什么传单没见过？这里，这里。张极，问你什么呢？公司下午调福利，我们下楼去买咖啡和零食吧。啊，好。没什么了，小美女，陪哥哥玩玩呀！第一天上班就跟我来活什么？是盛天集团的人，咱们惹不起他吗？又是盛天集团。盛天集团在花都势力很大的，之前有人得罪了他们，晚上就遇上超哥了。咱们还是走吧。哎，别走啊！小美女腿又细又长的，细皮嫩肉，真想让人掐一把。晚上再回去，我玩一玩。知道他的长相是什么样子呗？是不是反差了？把你的狗爪子拿开！我靠，小子，我们可是盛天集团的人，你小子要是识相的话，赶紧给老子滚！你小子有种别走，在这等着！我等你妈妈来啊，不想跟你们浪费时间。要叫人赶紧叫。我操！这不睡着微微那狗杂种吗？老大，就是他！这小子敢来咱们这边上撒野！嫂子，是在你的地盘，是我输了那么一丢丢。不过今天就不一样了。今天有什么不一样？哦对，今天的美女不一样。你少他妈得！你这种行为是对微微的侮辱。我这就告诉微微，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！就这，我还以为你要揍我，我好害怕呀！你说错了，不是我要揍。是我杰哥要揍你，杰哥，就这小子，连楚天骄都是他的狗啊！你小子从牛逼里生出来的。林文杰，和花都会楚天骄齐名的阎罗会大少，一直想收购我们天美，我们不同意，就处处刁难我们。是吗？让我来跟他掰扯掰。你小子今天打了我兄弟，还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，今天不把你屎打出来，就算你拉得干净。拉出屎来？这个是哎呦，这个，我肚子怎么了？杰哥，你个三品内家高手，都动不了他。我不是吃坏肚子了吗？好不好？那不是一肚子坏水吗？我帮他扛马。卫生间，卫生间在哪？卫生间在哪？哎呀，大街上哪有卫生间？哎呀，臭小子，你是不是给我下毒了？哎呀，这个我，那不是吧，杰哥，你拉亏肚子了！我操，杰哥这是被人打出屎了！还是人说不去所长的，什么狗东西！一定是那小子给老子下的毒，当众拉裤子，肠子都快拉出来了。杰哥，据我的线人汇报，那小子现在入职了天美集团，还成了那几个娘们的保镖。天美集团经过我们的三轮打压，还在强撑，现在居然有胆子在老子头上拉屎！再不下去，立刻展开对天美集团的全面封杀。杰哥，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主意。能够让他们乖乖地跪在咱们面前求饶。
我要让他们一个一个的脱光了，跪在我面前。够了，自己动手啊！苏总，大事不好了，公司要倒闭了。瑶儿，你怎么也毛毛躁躁的？慢慢说。哎，你看这个吧，公司旗下花容面膜出现强烈致癌物，资金链、订单一眨眼全断了。如果没有新的资金出现的话，不出三年，集团就要倒闭了呀。陈总，公司已经岌岌可危了，请立刻召开说明会，化解花容面膜的危机。花容面膜是我们天美集团销售最火爆的产品，当务之急我们要解决银行贷款问题。公司已经没有钱了。陈总、苏总，你们说话呀！花容面膜，花容面膜在全公司都是监管最严格的产品，原材料方面不可能出现问题。马上联系监管部门的人，让他们过来彻查。肯定是那两个疯子搞的鬼。关于这个资金问题，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？其实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解决公司遇到的所有问题。什么？我们都知道是谁做的，如果两位高管可以求他们，没有新的资金，不出三天公司就会破产倒闭。我想现在能够拯救公司的，拿出这么多资金的，也就只有沈少和严少了吧。对呀、啊、陈总，公司可不是你一个人的。陈总，你就向沈少道个歉吧，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集团倒闭吗？陈薇薇，怎么样，后悔了吗？现在和张无极那狗东西来道歉还来得及。沈少，我知道你的实力，能不能请你撤回网上对天美的污蔑攻击？你在说什么？不是我干的呀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呢。你，沈大少爷，那请你借给我们天美集团资金。想要资金是吗？哦，明晚九点到花都大酒店开好房间。哦对了，我不介意苏总一起来。记住了，如果敢不来，那是一毛钱也不想得到，那是破产了。无耻！需要我帮忙预定好房间吗？沈少如此喜欢你，你跟沈少睡了之后就是沈家的少夫人了，就算为了公司你就牺牲一下自己吧。沈少如此喜欢你，你跟沈少睡了之后就是沈家的少夫人了，就算为了公司你就牺牲一下自己吧。这么喜欢牺牲是吧？那不如你牺牲一下去陪那个狗东西睡一觉，成全一下他。别以为你傍上两位总裁的大腿就能改变你保安的窝囊身份，信不信我开了你，你一点用都没有还敢在这多嘴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。开除你配吗？我今天既然站在这里，就自然有办法解决公司的危机。你在这里狗叫什么？你一个臭保安能有什么办法？你还不配知道我吗？如果我在一天内筹到资金，我要你自抽三个巴掌，然后为你刚才所说的话向两位总裁道歉。啊，我答应你，但你要是做不到，我要你跪下磕头认错，从这里滚着出去。没问题。张无极，你疯了吗？你到底有什么办法？我也没有办法，不过这才叫赌嘛。微微，这件事情表面上是因为无极而起，实际上就是那两个混蛋在欺负我们。就是，之前公司一直遭受莫名打压，一定是他们干的。他们不光图你们的公司，还图你们的人呢，这能忍？既然我做了你们的保安，又是你们的房东，还是陈总的男朋友，我自然不会做什么坏的。你，我在跟你说正事儿呢，筹钱没有那么容易，这花都的商贾名豪你认识几个呀？借你都不知道往哪儿借。谁说的？你忘了楚天骄还欠我一笔账呢。小楚啊，花都夜宴什么时候开始？张少、苏总，你们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
可惜我老楚没有那么多钱借你，但是人脉有一些。这位是狂花集团的总裁秦若冰，你们应该认识吧？他可是花都现金流一流的企业家，要借钱找他准没错。小楚，忙你的事吧，他就交给我了。下哟，这不是天美集团的苏总吗？怎么还带个小白脸？秦姐姐，我不是小白脸，我叫张无极。那个，看你长得这么漂亮的份上，能不能借我6000万？你这小白脸可真有意思，开口就要6000万，脑子进水了。哎呦，苏林月呀，苏林月，你可真是挑得一手好男人。秦姐，我这男的眼光是一般，那也比你寡王强呀，连个男人都没有，还敢在这里说大话。行了行了，懒得跟你计较。他找我借6000万，是为了哄你哭呢。你都知道了。你们天美集团的资金漏洞，我是想帮，我也不敢帮啊。你们集团的事儿都是严少干的，我真没必要因为你们和严少对着干啊。张无极是吧？我心里清。严文杰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，他对天美集团的几个美女也是势在必得。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撇清关系。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我是看在咱们多年姐妹的情分上，好心劝你，别到时候被他抓住了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是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，那秦姐姐知道自己怎么死的？怎么？我不给你放贷，你还想杀我不成？秦姐姐最近是不是睡不着觉？感觉脚部坠胀，四肢乏力，乳房胀痛了。小子，你再乱看，我挖了你的眼睛！是的话，那你就要死，子宫癌晚期。胡说八道！我不过是半年没体检，之前不过是有点炎症，怎么可能是子宫癌晚期？不信啊，不信你就拿着你的左手拇指按一下你的左侧腰眼，试试。试试就试试，我还怕你不成？秦姐姐，秦姐姐你没事吧？秦总，你怎么了？不会是喝多了吧？宴会才刚开始啊，这就喝醉了吗？他没事，只不过是疼得喘不上气吧。我没事儿，我不过是昨天没休息好，亲戚来了才不舒服的。秦总，快回去歇着吧。你就别逞强了，张无极他不是一般人，他说你有病，你肯定就是有病啊。张无极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真的得了癌症。秦姐姐，你想活吗？子宫癌晚期，还有谁能救？怕是神仙都救不了吧。虽然不是什么神仙，但是救你一命，臭臭。你连名号都叫不上，你能救我？名号？我救了你不就有了吗？你若是能救，别说是6000万，就算是你个一窝也不会眨眼的。但你若是救不了，治不好就治不好呗，死的又不是我，是你没得选，又不是我没得选。真的是，你考虑过吗？秦姐姐。虽说你老爱跟我较劲，但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犹豫了，身体要紧。那就试试看。你若是敢耍我，我就算死了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那找个地方。凌月，把那个小男人借我用一下。张无极，我们去里面。竟一天生寒体，并击入骨。啊！你说什么？怪不得病发的会这么快。别卖关子了，药师赶紧治。你这可不是一般的病，子宫癌晚期的病原体就是你体内的寒毒，我得把你几十年的寒毒都根治了，才能彻底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得听我，把衣服脱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流氓！你别得寸进尺啊！刚说的听我的，你不脱衣服我怎么给你治病啊？你转过去。我说你就别磨叽了，我现在转过去等下失禁我还要再转回来，图什么呀？你妈溜的，我没让你全脱光就不错了。我告诉你，治病就治病，你要是敢对我动手动脚，
我早这么知道。不过不能动手动脚，但是动眼总可以吧？小混蛋，我叫你去定，没让你盯着我看。再这样我……你别说话，万一待会我答错。什么情况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林月妹妹，你别误会啊，刚才张无极跟我失真的，我现在感觉舒服多了。静姐姐，你的脸色不用像小姑娘是吗？真的，我感觉身体也变得轻盈了。行了行了，病理本来就是全身相通的，况且姐姐底子本就好。你小子，没想到你还真是神医呀、啊！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你说带多少我就给你带多少，以后你就是我小祖宗了。他是我们天美集团的男人，你可不能跟他们抢。妹妹，你还吃醋啊？明天不，今晚，今晚我就让人把贷款手续送到天美集团。别，两位姐姐，不着急。来日方长嘛，资金您送到公司就行，我一个亿就行。好，明天九点我准时让人把手续送到天美集团。哎，小哥哥，以后有事没事来找我玩哦，姐等你。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近6000万的资金漏洞无法弥补，你必须做出决定了，陈总。再这么下去，不超过一小时，公司就要宣布破产了。你必须要想想办法。你们别说了，陈总已经在想办法了。我也联系了出资公司，他们肯定会帮忙的。林秘书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现在能帮我们解决公司问题的只有沈少和严少。只要陈总答应陪他们睡一觉，公司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的。是吗？那我这一个亿的贷款合同。是不是能解决公司的所有问题？一个亿的贷款合同，怎么可能？陈总，请签字。陈总，不能签！谁知道这份合同是不是假的？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他能贷一个亿吗？这份合同一定是他伪造的。这份合同是我们秦总亲自过目的，上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名。你说是假的？要不要我把秦总叫过来，让你查查他的人是不是假的呀？原来是秦总的秘书啊，瑶，好好招待一下。他还真的带着名利。公司的问题是解决了，可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。还不道歉，自扇耳光。怎么，舍不得？可以请瑶瑶帮你打呀，别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陈总。我不应该质疑这个小保安，更不应该替你去赔罪。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师姐，无极，灭门之事我查到了最新线索。无极，我已经查到了当年灭门张少家的罪魁祸首，就是阎罗会严家。当年张家覆灭，全部资产被严家吞并，陈薇薇和苏林月的爷爷都是张家的故交，他们保散了你，把你送去师父那儿。后来陈家和苏家也被阎罗会打压，一直艰难运作至今。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，这笔账查清楚了也好，我要让阎罗会彻底覆灭。说来也是可笑，这个严文杰不知道你我师出同门，还想巴结我。这是他托人送来的花都御华宴的邀请函，你看要不要亲自去会会？好啊，该我出招了。我操！张无极，这里可是高端场，你个狗东西怎么混进来？我当然得来了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你的身体能不能承受住我的关照？哎，杰哥，
这小子公然挑衅你啊！你去见师老，我要让他有来无回。张无极，今天我要让你后悔出现在这世界上。师哥，人来了。啥？什么事儿啊？还我邪皇十一雄出场？邪皇大人，就是这小子，给我弄死他！袁绍，想让他怎么个死法？当然是那种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好，要让他悔不当初，那就用万毒噬心诀。万毒噬心诀，只要中了此术，极度痛苦中悔恨而死，这是世界上最残忍的死法。师父说，当年我上身时便是身中此邪术。这个老家伙就是当年害我全家的动手之人。师老，接下来叫我们。小子，朕替你感到悲伤。你不是挺横？怎么样？我问你话呢，服不服啊？服不服啊？啊！废话真多，耳朵都长。这狗东西！你敢跟我动手？上次把你打出屎了你，我看你是想一辈子拉屎。邪皇大人，你要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放了他！功底不错，可惜是个坏死。你想干嘛？来人，来人啊！给我上！你给我上！你啊！我东西，可还记得十几年前张家山？啊！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你要是敢动我，你严家给你不死不休！不死不休是吧？不关我事，跟我没关系了。放心，今天我不打，我要你把他给我带回去，我要让他亲眼看见严家如何复辟。听说你昨天独闯了严文杰的花都御防宴。上，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？还在晚宴上大打出手，你没受伤吧？是啊，你没必要为了我们的公司做到这个地步。我怎么可能受伤，让三个五五担心？以后你做什么都得想着我们，告诉我们。没错，我们就赖上你。全兵二郎，万岁！邪皇大人，召你们过来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愿为大人效力。哎，两位远从东宁前来，我给两位推荐为向导。天美集团，我了如指掌。各位大人，不如就先从他身边的人下手吧。有，刚解除资金危机问题，就该扩大市场。陈微微啊，陈微微，敢跟沈少作对？黄丽丽，你想干什么？报复我吗？中了我的玄阴掌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无忌，张无忌，陈总裁绝望的声音好听吗？黄丽。微微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半个小时后，东区地下停车场。你要是敢迟到一秒钟，就等着看陈微微被凌辱后的样子吧。找死！你敢动我的女人，葬身之地！混蛋，放了我家微微！无忌，救我！史一雄、王丽丽，你们真是狼狈为奸！这些都是严文杰请来的杂鱼吗？之前
断了老子的手，现在我要毁了他的腿，碎裂禁术。啊！无忌，我滚滚心疼了，哈哈哈！张无忌，这就是咎由自取的结果。现在这是开胃菜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等着你呢。无忌，我要你死！全民阿郎，给我缠住他！撕了他的衣服！我妈的！唐无忌，快点练功补运，准备开始！你打来。李志成，我想你志成，请把李冠的手。无忌小镇，他也是我的。微微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有用才怪呢！史英雄的碎裂禁术已经练到金卷符，根本无忌。你小子得罪谁不好？什么？杀了你！别害我！我告诉你治腿的方法。说，他的腿本来就有粉碎性骨折，现在又有禁锢加持，很难修复的好。对，需要一副药，虽然不能恢复如初，但是自如行走应该可以。什么药？一度超过千年的雪莲。什么废话！我能不知道雪莲对血刚能治腿？你别急，下周花都举办拍卖会，就有一株超过千年的雪莲。对，我们知道的都说了，放过我们吧。滚远点，别再让我看到。微微，你别担心，我们会找到千年雪莲帮你治腿的。花都拍卖会只有资产过百亿的个人或集团代表才有资格参加，以我们集团目前的市值来看，连拍卖会的门槛都没有。不要在微微面前讲这些，会有办法的。相信我们，没有什么可以分手。一定可以的。无忌，我得到消息，这次的拍卖会言下也会出席，师姐一定尽全力助你拿下雪莲。不必了，师姐，区区百亿，我一定会在拍卖会开始前让天美集团的资产翻数倍。至于严家，我自己办法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有需要我做的吗？师姐，你只需要我相信这样的办法，主办方也会非常乐意。我要让严家把不属于人的东西都是那个狗杂种，害得老子现在下半身还没有知觉。想参加花都拍卖会，这千年雪莲比陈薇薇那个贱女人治腿。哼，我呸！哎，杰哥，他们现在连参与拍卖会的资格都没有，到时候咱们把雪莲拍下来，让张无忌的狗杂种跪在咱们面前求饶。诸位神仙，我今天这个徒弟张无忌研制的神药面膜一包市场，集团今天已经上映，市值单日就已经超过20%。这个怎么说的？他没有资格吗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短短一说就做的？杰哥，就算他们的市值达到了门槛，但和你的资产相比，他们休想跟你争雪莲。石老和王丽丽，我女人都他妈出不干净，不允许有任何差错。好，都给老子准备好。哟，还真把自己当救世英雄。公主抱个残废女，竟然丢人现眼。你是下半身无法自理，从嘴巴里面拉出来的。说话这么臭，这里的空气都被你熏死了。狗杂种，你给老子等着！花都拍卖会正式开始。三十一价高者得。首先，第一件拍品是小哥哥，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找姐姐？姐姐可是很伤心的。哎，秦姐姐，你今天是为哪件拍品来的？不过，我是帮我一件事情。
拍卖会过后，油嘴滑舌。反正今天本来也是为了你，你说吧。接下来是今晚的重头戏，也是今天晚上最后一件拍品——千年雪莲一株，有请。本次拍卖一共有八株雪莲，千年雪莲也在其中。各位可以选择想拍的雪莲，填写编号和出价。搞什么飞机呀、啊？谁他妈想的主意？老子怎么知道哪个是真的千年雪莲？杰哥，张无极跟你说哪个是真的，到时候我们就看他拍哪个，我们出价比他更高，你这么想？严少，我刚刚看到张无极跟秦洛宾第二交谈了一番，我们不能只盯着张无极。你还是有点用的，去把他们的竞拍编号和价格弄高，好处啊不少呗。好了，严少，我这就去。我看到了张无极的竞拍本了，只不过……说什么？快说！他写了五六七号，而且每件写的都是一千亿的竞拍价。怎么可能？他奶奶的！杰哥，那这怎么写？咱们现在现金流只有一千亿。写四个编号都给我写下来，一个价格高出500亿，不可能让他得到千年雪莲。还有，把境外的资金都给我转回来，4000亿，我放。秦洛宾，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还不跟我作对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反正最后的赢家只会是我，我还是很愿意重新宠幸你。哈哈哈哈，宠幸？你拿什么宠幸？你那个东西不是已经坏了吗？你杰哥，最后一件拍品的得主已出。让我们恭喜严文杰先生，以共计6000亿的价格拍得二号、五号、六号和七号雪莲。严少还真是财大气粗，拍了4件雪莲，而且价格还这么高。老子的资产是你这个穷逼一辈子都够不到的天花板。这陈薇薇的腿啊，永远就他妈别好了。让我们恭喜顾兰小姐以100亿的价格拍得一号千年雪莲。什么？一号才是真的千年雪莲。顾兰，这个千年雪莲你也没用，你把它卖给我。弟弟，给。谢谢，我亲爱的师姐。张无极，你他妈耍我！我要的不只是你这五千，我要的是你整个严家。你他妈做梦！你也配？你所有的资产都已经转到了我的名下，你现在什么产业都没有。今天也是你最后一次自由。张无极，今天将你永远的留在这里。石老，给我弄死他！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，那我就新仇旧报。你怎么可能一点事儿都没有？你还以为我是那个眼睁睁看你灭我全家、手无缚鸡之力？今天你注定死在我手里。王丽的跟他的保密吗？你们还打算干嘛？找死吗？所以，谁才是残废？我是残废，饶了我！哎，你们，我们回家吧。你们俩怎么来了？是你说拍卖会之后让我出的，这都一个月了，也不是你来找我，我只好自己来了。他我不知道啊。门口，我的好师姐，你也想收回来啊？臭小子，有希望忘却是吧？是不是陶达？哎，我哪敢啊！张无极，你别忘了，你可是我男朋友。张无极，那我呢？无极哥，最开始可是我一直在帮你说话呢。
我感觉我就行了。来吧。